焦点市民，李应聪风水命理嘅时间，荧光幕见到李应聪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啊，又嚟到李应聪风水命理节目嘅时间啦。今日系2022年10月3日嘅。嗱，咁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，我就未喺节目入边拍过嘅嘢，就系同大家咧想讲一讲咧呢个嘅改名嘅仪记嘅。因为近排咧多咗客咧问我呢样嘢，咁我就不如拍一集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，咁样嘅情况。嗱，咁其实改名咧有啲人咧就自己改，就唔使揾师傅，嗰啲揾师傅改啦。嗱，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唔重要啦，你揾师傅改或者自己改都好，但你掌握咗某啲嘅重点咧，有阵时你自己都改到嘅。咁我呢一度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改名嘅一啲嘅，你哋要必须要知道嘅一啲嘅重点啊。你最后你唔识改，你揾翻我改都得，但系你要知道个改名嘅重点。嗱，第一样嘢，改名首先我哋改名咧系根据你嘅八字，记住系八字。即是你的年月日时间啊，又分为四柱啊，年月日时 ,ok, 那么叫四柱八字。嗱，改名呢，如果你真的要对你个人生要有帮助呢，是一定要用八字去择的。你不可以用紫微斗数，不可以用奇门遁甲，不可以用什么河洛理数走去改名的。你一定要用紫平八字的方法，因为紫平八字是拿来分析你的命局的寒暖湿燥，然后所需 去用的。那么改名呢，重点这个五行所需，就不是说你欠什么五行就要加什么五行到个字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关乎你的八字入面出世的寒暖湿燥。你不要告诉我，好，我知道看这个节目的人呢，好多时咧，可能系学过一下一啲嘅八字嘅，好多时咧就会好中意咧，就系话，喂，你嘅八字入边甲砖旺格啊，甲重格啊，诸如此类。譬如你嘅八字入边木火成气势咁啊，就系叫做甲木火格啊，诸如此类啦，咁样嘅情况。但系咧呢一个改名咧，其实咧佢系攞嚟咧平衡翻呢个气温嘅寒暖湿燥嘅，所以咧基本上咧绝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，其实就一般上呢，如果你冬天出世呢，是要改一啲木火字边嘅名字。如果你生喺呢一个嘅夏天嘅话，就要改一啲金水边嘅名字。嗱，呢一个嘅名字係点样嚟嗰个五行呢？好简单，因为古人仓颉造字呢，係将大自然嗰个意境呢摆咗落去字度嘅。譬如太阳，即係个日字啦，日字係代表太阳啦。咁古人入面嚟讲呢，个日字点样写嘅，係圆圈加一点嘛，係咪太阳係咁样嚟㗎嘛，所以后咪演变成呢个日字咋嘛。即係话佢将个字形入面呢同大自然嗰个意境呢就产生关联性。譬如河流啦，咁啊河流咁样，咁有个川字啦，川字呢个咪水囉，係咪好似河流一样。咁其实呢，你改名呢，首先我哋所谓配嗰个五行呢，就係你嗰个字形入面有冇嗰个五行嘅元素啊，就唔係计读音嘅。因为读音呢，你中国呢有好多个省呢，嗰个读音都唔同。所以呢唔係用读音嘅五行，係用直接用文字嘅五行。即係话譬如如果你火字边咪属火囉，你日字边咪係属火囉。咁如果譬如假设因你木字边嘅咪属木囉，你金字边嘅咪属金囉，有三点水咪属水呢，就係、是、基本上係咁样啦。基本上是这样理解。咁呢个呢就配合返你个寒暖湿燥呢嚟去配字。咁当然配几多字寒啲，配几多字热啲，咁呢个就係视乎你自己个人嘅八字嘅功力嘅水平。咁呢个就各人嘅功力高低嘅问题啦。咁但係呢一个係要首先第一点要留心嘅。第二点好重要嘅，呢个係个字形嘅意境。其实改名呢係赋予一种加持力，即係话父母对子女嘅期望。譬如就係话假设之间你希望个小朋友啊，将来成为一个乜嘢嘅人。譬如咁呢个成为乜嘢嘅文，成为一个乜嘢形态嘅人呢，其实都系睇返个八字喎。嗱，你嘅八字入面假设之间呢个一个生意人嘅命格，咁你就要改返啲同生意人有关嘅名字嘅。譬如假设之间睇个八字入面，咦，呢个生意人命格嚟㗎喎，咁做生意梗系要诚恳老实啦，咁所以我叫做李嘉诚啦。OK， 就会系咁样嘅情况啦。OK， 好啦。咁如果假设之间你生成一个武将嘅命格，系即系譬如杀破狼啊呢一啲七杀重嘅命格呢，咁你可能就要改返啲呢
威武少少嘅名字喎，即係譬如我要我叫做吳啟天咁樣嘅情況，哇，即係有啲威武嘅現象嘅。咁呢個就配合翻個八字入邊咧，佢嗰個工作能力嗰個特質嘅一個意境咯。咁就呢個係個字形嘅意境啦。咁但係呢個字形意境咧，有陣時你都要咧比較貼地啲，留意翻咧近排有冇一啲字咧係唔係太適合用嘅？點解咧？可能會俾人笑嘅。譬如假設之間就係話咁我而家幫個小朋友改名嘛，咁啊近排咪流傳咗一句連登嘅詞語叫做壞過海婷嘅，大家有冇聽過啊？即係之前就講過有一個學生咁樣就話：喂，你夠我壞咩？你成班入面嚟講咧，就海婷係最壞咁啊，諸如此類。咁跟住以後就流傳咗一句説話叫做壞過海婷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生咗個女出嚟，雖然海婷呢兩個字係好聽啊，但你試下諗下，如果你幫個女改個名叫做海婷，咁佢成日翻學咧就會俾人笑啦，喂，我壞過海婷，諸如此類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咧，你一個幫人改名嗰個師傅或者你自己都好啦，你都要去留意啲生活上面嘅細節，唔好改咗一個會容易俾人取笑嘅名字咯，依個係重要，依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字形意境啦。嗱，第三咧就係嗰個筆畫數嘅吉凶，呢個係重點嚟噶。呢个是重要的，不是重点，是重要，就是说你最后配了个五行所需字形意境，第三都要参考这个的数目。为什么要参考这个笔画数呢？就算你不相信这个9981灵动姓名学都好了，重点是现在坊间所有的姓名学的 apps都是有这个三才五格的笔画数的吉凶。你幻想一下，如果你帮一个客人的小朋友改了一个凶数的笔画数的名字，将来他长大了自己按个 app 出来看，哇，为什么我的凶是大凶之数的，哇，谁个帮我改的，是不是加上那段时间他一定是黑仔的嘛，那他就会觉得是个姓名很差了，影响了他了。那多人用那样东西，无论是不是真相都好，你都要参考。譬如通姓这样。我哋择日，其实咧择日咧嗰、那个日子嘅吉凶咧就唔系睇通性嘅，但系我哋最后都要睇通性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大家会攞住判通性嚟 challenge 个师傅啊。譬如我帮你择个结婚嘅日子，我用天星帮你计到个日子系适宜结婚嘅，但系啱啱喺通性入边嚟讲咧系不宜嫁娶，咁你就会闹我啦。点解师傅你帮我择个不宜嫁娶嘅日子俾我结婚啊？啱唔啱啊？所以虽然呢个笔画数未必系事实。但是你帮人改名就要计算在内，否则对方大过咗，攞住本姓名学嘅书，攞住个姓名学嘅 apps 就话你改错名，所以最后呢个笔画数嘅吉凶就会变成重要啦。咁一般就系单数系吉，双数系凶嘅，通常吓 ，OK， 你要揾翻你自己个师傅或者问翻我啦，就系咁样。咁呢三者加埋咧，先至系一个改名嘅重点。但系有一样嘢要同大家讲。唔好为咗就个五行去改一啲古灵精怪嘅名字。嗱，有一啲人咧，有啲父母咧，佢唔想个名字容易撞啊，咁样咧就叫个师傅咧特登去改一啲咧冇乜人会用嘅字。我打一个比喻啦，譬如有啲字咧喺名字入边你攞嚟用咧，你真系玩死个小朋友，罚抄我都唔知点样同人哋讲啊。打一个比喻，譬如咧，嗱，本来有个云字啊，嗱。嗱，呢个云字好简单啦。喂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步惊云咁样，系嘛？咁啊，知道个云字就系云海个云啦。但系你为咗，喂个师傅话我个名字要有木字边，咁你夹硬加个草花头喺度，咁你就云，你真系云喺度啊！我话俾你喺度先。你谂下，你每次你幻想一下，你每次同人解释你个名都要讲啊，我系草花头加个云字，你每次都要同人哋解释一次。个老师又可能一间遇上一啲人就唔识读你嘅字添 ，OK？ 咁呢啲字，所以呢啲唔常用嘅字咧，其实就唔适宜攞嚟改名嘅，因为名字咧，其实讲紧嘅就系话，我见其字如见其人，我一听个名，我大约就会知道个名系呢两三个字嘅写法，我会有个形态。如果你夹硬改一个古灵精怪嘅字形，冇错，个字系好少人用嘅，啊，方中蛇个蛇字啊，即系以前嗰套戏咁样，你都唔识写嘅个字，咁咧你就真系咧玩死个小朋友啦！大个嘅时候咧，同人哋交代都唔知点样交代个名字，每次都要去解释一下点样写，你就会攞着自己嚟烦啦。嗱，咁呢个咧就系俾大家咧去改名嘅时间咧一个
一个参考啦，即系你都未必听完呢一集就识改名，但系 at least 起码你会知道咧，我哋师傅帮人哋改名咧系有某一啲嘅特定嘅要求去改，所以一般咧我哋要配合到你嘅八字嘅寒暖湿燥啦、字形意境啦、笔画跟凶数，一般上咧其实改唔到好多个名噶，又要好听，又要配到个笔画数，又要配到个五行，可能系改到五至六个名左右就已经系。就已经是好叻㗎喇，已经。讲到十几廿个俾你揀嗰啲就嘥气嘅，因为一定有啲猪头骨搭咗俾你。OK， 咁啊呢个就等大家知道改名嘅一啲嘅参考返，咁就唔好太过乱咁帮啲小朋友改名囉，好唔好啊 ?OK， 嗯。好，咁下一集我就继续请教李应聪师傅啦。好，多谢晒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